主席、各位先进本委员赖世宝等18人临时提案，因为国人依赖智慧型三 C 产品云端的储蓄空间、 WiFi 及蓝牙等无线传输与 App 程式等新型的技术及软硬体于执行各项的工作日深，但是治安的防护不足，那么伴随着而来的电脑病毒、骇客入侵及资料遭窃等治安问题，更甚者使国家的政经建设受到影响。因此，为面对日趋恶化的网络安全威胁，并筹划国内的网军战略地位，原提案要求行政院及相关的单位在三个月内研议借募兵制度直接招募网军的可能性，并积极的争取预算，以持续的编列，以保企业组织及国家资讯的安全是否当进行工具。本委员赖世宝等十八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委员会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请蒋乃兴委员发言。